江湖传说，武林名门御剑山庄得天外精铁，铸成绝世神兵，名唤思云。思云宝剑一出，武林波澜再起，更有居心不轨者左右挑拨，致使各大门派明争暗夺，生灵涂炭。在此武林生死存亡之际，隐士高手剑圣夫妇重出江湖，担起爱与光明的大旗，不惜用宝贵的生命平息这场武林浩劫。不明了，你为什么这么傻？不是说好让我来保护你的吗？你爱我吗？我会永远的。我干嘛你？我真，你能不能专业点？没问题。骗鬼呢吗你？你是那个不要脸的小狐狸精，救了我的洛城哥哥。洛城哥哥，你没事吧？我说妈，我走了。我当是谁呢？这么着急勾引男主角上位，原来是我的小武替啊！等等，你说什么？再说一遍。他不会是悠悠大人吧？武替怎么了？你心里自己上。我呸！今天啊，我就用手里这把思云剑，好好教训教训你。别打了，两位姑奶奶，别打了，别打了。导演，这部戏可是我投资的，今天不是他走，就是你走。宋明烟，你怎么蛮不讲理啊？我做错什么了？凭什么让我走？都别吵了，你们谁都别走，我走。哎，周老师，周老师，你别走呀，周老师，你给我等着。周老师，陆胜哥，老师，你也不要走啊！我可是为了你来的，我们还有吻戏没拍呢。就这，还当演员？陆胜哥哥，那个丑女人居然敢猥亵你，我一定会。那个都在啊，副导演说让演员来坐马车。都上车，准备出发了啊！一个替身算哪个字？不想挨打就闭嘴。安静点吧，您二位。徐诺，你刚刚说的，你写的武侠小说，能给我看看吗？这有啥不能看的？看吧。月黑风高，男女主和讨厌的女二正乘坐马车，穿过无人的街道。突然马车外电闪雷鸣，男主的思云剑宛如一把钥匙，打开了武侠世界的大门。在那里，五毒教教主乌耀阳和逍遥派掌门白月光正在进行着一场十年之约的比武，大战一触即发。可男女主从天而降，卷入这场武林纷争，开启一段精彩纷呈的江湖之旅。这就没了，
你懂什么？一个完美的创作都是需要时间来奠定的，骗谁呢你？骗你是小狗，那最后结局是什么？把车怎么停了？哎，看什么呢？看什么呢？喂，别说话。外面的门是不是在发光？且放马过来吧。兄台，敢问你们是哪个剧组的？剧组？这里是剧组吗？当然不是。各位看官，预知前情，让我们回到5分钟前。让我们有请五毒教教主吴耀阳。由反酷刮爆精品赞助，玉剑山庄爱剑大会剑铁一张，价值黄金万两。优胜的方式也很简单，谁能在擂台上待到最后一刻，谁就是胜者。杨老贼，你与我恩怨数十载，今天就做个了断。白光小儿，夺妻之仇不共戴天，且吃我一掌。好强的内功，你竟然有如此深厚的修为。小看你了，且吃我一腿。师父，吃我最后一招，请放马过来吧。没错，这就是5分钟前发生的事情，现在让我们回到当下继续剧情。剧组，救命啊！这是谁呀？他怎么从天上掉下来？周老师，巧啊！啊，巧！小狗屁！为了师父，师父，这二人功夫如此了，远非何人可及啊！还是结合出手。高手，乌耀阳，既然你已受伤，我白月光也不趁人之危，我先走了。告辞。我爱你们。什么情况？不知道，是不是欺骗他了？太不可思议了！白月光弃赛，我就赢了。所以，获胜方就是无毒将
五要摇。耶，教主万岁！是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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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吗？我们赢了，赢了！啊，赢了！啊，前天都是我赢了。哎，进来，进来，进来！真的？哈哈哈哈哈！他们是赢了，二位英雄，一招天外飞仙。我吴某人甘拜下风，我吴耀阳有生之年能够见到剑圣夫妇，真是三生有幸。哎呀，你们一定是搞错了。对，你们不是什么剑圣，更不是什么夫妇，竟然不承认，不行，这样没办法收场啊！索性我等你了。师父是自救啊？走啊！哦，那二位就是传说中的剑圣夫妇。感谢剑圣夫妇布杀针。剑圣夫妇有了，扶摇号外杀人过多，剑圣夫妇冲出江湖，大开杀戒，武林风云再起，江湖风起又。明天的头条是我的了。不是不是不是，你搞错了吧？我们一定是穿越了。哎呀，我们家的小菊和见不到我，一定会想死我的。小菊是谁？是我家的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我们要是没钱怎么办？我们会饿死。饿死？哎呀，不用担心，有我在你身边，没人敢动你。嗯。肚子叫啊？怎么可能是我？我分明就是你啊！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多胖的一只乌鸡啊！分明是只公鸡。哎呀，你再好好看看。是乌鸡。庄主，下去。是。你来了。是，大哥。四云剑已然铸成，没错，我御剑山庄将重回往日辉煌。此二人武功超凡脱俗，而且身挂剑圣刀牌，是剑圣夫妇无疑了。既然送上门来，就要为我所用。这次拜剑大会，我不将定要夺得宝剑。重振雄风！哇，师傅好厉害！要是万一他们不同意该怎么办？让人帮忙，上讲究策略。我们一会儿先卖惨，抹去他们的同情。哦，要惨到什么程度？看我的，走，走啊！我的，我的。那我们石头剪刀布，猜拳决定。行。石头剪刀石头布。Yes。二位贵人，屋里好香啊！吃什么呢？是饿的吧？
小屋。小屋，小屋，你我相伴数十年，怎么今天可就像我一个人走了呀？你让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个，这还有一鸡腿，要不您尝尝？别客气。哎呀，师傅，你不能死呀！师傅，你死了，我怎么办呀？师傅，师傅，师傅，快叫医生啊！苏琪大哥，请问巫教主他人没事吧？没事个屁！那只乌鸡是教主自夫人和女儿都去世之后养的，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你们就这么把它吃掉了，太残忍了！你们，我也不知道。对不住啊，对不住有用吗你啊？乌鸡能回来吗？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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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其实我与那乌鸡感情深厚，只是其一。其二，那乌鸡是我用千苦万毒养大的，有剧毒啊，两位吃了命不久矣。不会吧，巫教主，有何解药？在下想请两位帮个忙，只要两位肯答应，我定全力研制解药。什么事儿？这是拜剑大会的剑帖。哎，我想请两位代表我五族教参加比赛，夺得宝剑。可是我们不换。放心，既然您吃了您的爱鸡，那这事儿我管定了。我这就去。愣着干嘛？再不走就走不了了。走。二位路上小心，早去早回。吴教主再见。快走啊！慢点。哇，这世界太美了吧！好大、啊！我们就去穿越去哪儿？穿越了戒指有啥？想多了别想了吧。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不行，我一定要想办法回去。自己想吧，我去玩啦。哎，你当然觉得挺好玩的了。徐诺，等等，徐诺。去跟着他们，也是他们的一举一动。要是他们拿不出宝剑，给我的爱鸡陪葬。师父，等一下。师父，动肺。刚刚为了给剑圣夫妇凑盘缠，账上已经没钱了。这100文是为师的私房钱，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好的，师傅。谢师傅。小吴，但愿你没有选错主人。快！这位帅哥，请留步。就我吗？从公子的脚步声
能听出来，气宇不凡，声路炯炯有神，宛如天上的明星，并不是一般人。明星？不对，不是明星，是超级明星。对对，没错，来，公子，坐坐坐，我给你电话。哎，大师，怎么样？这个。公子果然力挺凡才，前途一片光明。只是，只是什么？哎呀，这个。只是情缘有些难以琢磨呀。情缘？敢问何为情缘？就是爱情。那大师，敢问我的情缘何时才能出现啊？公子的情缘已然出现，只要公子闭上眼睛，你便能看到他的容貌。公子，你可以闭上眼睛试试。粉色。我喜欢什么天气？晴转多云转小雨。那路标跟头发。至上城墙之前，你有112365根，但是你刚刚掉了一根，现在只有112364根。那古董像是谁？御剑山庄唐沐风。错啊，是神策将军龙妖。哎，上周你还说唐沐风呢？上周是上周，我偶像很多的，你知不知道啊？一下，对不起啊！你别站那了，很危险的。对不起，只顾说对不起，你不说别的吗？哼！不是你说不要找乌鸡班的男人，他就是不听。就是，找个御剑山庄的多好。算了，在这吃假剑，你等下就要跳了。咱们准备好。你也来吃过啊？苏琪，哎，你怎么在这儿？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你不是五毒教的吗？为什么在丐帮？我这多才多艺的，当然是促进各大门派文化交流，构建和平桥梁嘛。我看，就是你穷的吧？我才不穷呢！这100文是为师的私房钱，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好的，师傅。
我这个就是谨慎行消费。已经过去一分钟了，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是不是想跟我冷战了？一下，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不管，你今天必须跟我个说法，要不然我就从这跳下去。一下，50两银子、啊、你这不是一两吗？对啊，这是一口价。这样，一两行不行？一两也行，给银子。抢钱抢手了，亏！干嘛？把吴亮阳给我们的钱拿出来啊！没了。没了，钱呢？拿去算命吧。什么一两银子也拿不出来啊！啊，来人，给我抓起来！别跑，别跑！哎，别跑，给我站住！继续给我追！你去这边，你去那边。好。这旁边有个洞哎！你要干嘛？要是你做，我去了！徐总，你周洛晨，你在哪儿？谁？我摸到你了！谁摸我屁股？还打碎我的镯子！
呦，长得蛮水灵的嘛。刚才就是你摸我的屁股啊。哎，讨厌，还不承认呢。我是这家客栈的老板娘，你弄坏了我的镯子，这可是好几百两银子买的呢。数百钱，要钱没有？要命钱。没钱，没钱赔啊，就以工抵债，赔了我的镯子再说吧。我不同意，谁知道你的镯子到底值不值几百两啊？老板娘，在你这做工包吃住不？包，成交。不行，我不同意。你要不说实话，我就他说行，成交。待会儿安排你们去住下房，然后吃晚饭。好嘞，老板娘。凭什么？小白脸，等一下，你先到我房间里来一下哦。嗯，没问题。凭什么？为什么？我们。是个演员。演员？嗯。嗯。怎么了，母亲？算了。谁呢？我回来了。回来吃饭。嗯，我不吃饭，我要喝酒。来，喝酒，老娘在家累死累活，你出去逍遥快活了？不是逍遥快活，我出去吃鱼吃。嗯，鱼吃，这是什么？真是陪老板娘喝酒，我掏的。嗯，怎样？想吧。你还会写诗？不是我写的，是老板娘她前男友写给她的，我只要负责赢就可以了。拉倒，不吃我烧了。且慢，你是我初见时的青睐，初
初见时，犹如百花盛开，就如你的脸红了起来。在笑眼睛的情人，初见花盛开，脸就红起来。等雨山门被推开，片羽的归来，期待就填满心海。该怎么猜，幸福早已满载。徐诺，你是那边？这兄弟会呀、啊！干嘛？这是这个月第二次燃放爱的火花了吧？又有人找到秦岩了。这种人真恶心，秀恩爱还炫富。那你说爱情是什么？想要爱情是我家的，但是我是没钱的。没关系的，我不要一个火花的，路边的野花也可以呀、啊。实在没有的话，有你就够了。立夏，我会努力的。嗯，青哥，你不觉得现在那边有点冷吗？你可不可以帮我暖暖？是，那我可能瞒不到，我也很冷啊。我跟你说，这后面有一个客栈，可以蒸桑拿，比多喝热水管用多了。一下，对不起嘛，我可能脑子一时糊涂，才说出这种话的，别生气了。你这是开窍了？是啊，我也是突然才想起来，那个客栈只收南边，所以我去那一家，你去北间那一家吧。让人睡个好觉，睡不好就算了，关键吃的还不好，难道不知道吗？人是铁，饭是钢，吃不饱饭怎么干活呀？这个猪八皮。算了，饿不死已经不错了。哇，你干嘛？徐诺，我好热，全身像着了火，我好晕，脑子里全都是小星星，我好不对劲啊！我感觉自己的心马上就要爆炸了。你脸怎么这么红？你是不是生病了？不能乘人之危，行了，我快撑不住了。我今年24岁，虽然也到了法定中年年龄。那、啊、还等什么？我没刷牙。不管。你再多说多少，我就不做了。你不要我。啊你是我不信赖，深深依赖，很简单去爱，那段全力应对，怎么能来也放出来，想要说清简单也太自然，被你要我管，现在也因为你猪肠都是中了病毒，最近很多人中病毒了，会死人的。走，你跟这边摸。错
小杰啊，最近病毒这么流行，20元怎么算过？哎，我说你买不买？不买别耽误我做生意啊！你看看他们，都快死了，还等着去救？走了。快回啊，一会儿药可卖完了。老板，我想把衣服退了，我家人生病了，急需用钱。大夫，买买买买买买买，买药。25元。什么？你们姑娘，现在的物价一会儿一个价，我也是没有办法。优惠大酬宾，药房新品药酒免费试喝，不仅免费，而且还有奖励哦。奖励？奖励多少？每碗10元。我要10碗，我要20碗。只要是贱婢，只要你们不死，我们天雷门就会全死光了，也不会交给你。好，那我就成全你们。是他。啊，原来是你啊，这个。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别以为戴了口罩，我认识你了。让姐姐好好看，好像长得还挺矜持的，有点眼熟。不管了，反正我你没事吧？我喝醉，我都说了我没喝醉，我只是为了给陆晨买药，那么雅点。姑娘，你真的喝醉了？哎，我没有醉。许一诺，哎，老板娘，这里有个山。我能够到达真正果园。算了，还是先救周洛真吧。哎呀，真是的，你们两个，一个中毒，一个喝醉了。老板娘，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啊，这是什么？虽然它很便宜，但是我觉得你戴上一定会非常好看，这样全世界的男人就都会喜欢你了。傻丫头。你先躺着休息，我去拿解酒药，一会儿就回来。没想到这个傻丫头还可以有心。许一诺，许一诺，你跑哪去了？我找了你半天了。你怎么好了呀？许一诺，你干嘛？什么味道？一大早喝这么多酒，你不要命了？你既然好了，那我们就继续吧。继续什么？你说继续什么？是你先洗我的。你再动手动脚的，我就动嘴了。
好了，我先扶你上床睡觉。啊！不要睡觉，不要睡觉，不要睡觉，不要睡觉。我去给你拿解药。前两天我让我老公给我买了戒指，没想到他竟然给我买了那么多，带都带不过来呢。我的老公啊，我跟他说给我打个金镯子，他给我弄了整个金矿，南风胖胖胖胖。我老公这个月呀、刚给我零花钱，我在主街上买了座17进的院子，大家有空都来玩。好啊好啊。糖糖，你怎么单身这么久呀？这女人呢，年纪越大越不好找对象。只不过还在迷恋你的初恋情人，他可是死了20年了。哦不，我亲爱的小公主，对不起，我来迟。好帅呢，好帅呀、他是谁呀、你也青睐我也青睐，身缠同心互印证，工人农民亲兄弟，心心相印换进去。你怎么来了？还不是因为看不见你，吃也吃不饱，睡也睡不饱，所以我就来了。一万两，一万两！我是不会喜欢你的，你走吧。不，正如这些银票，如果你不去用它，它不就有任何意义。如果得不到你的爱情，便奢求灵魂。哇！好帅，好帅啊！请允许我爱你，这是我活在世上唯一的意义。在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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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他，爱他，爱他！不，我们不合适。你还那么年轻，而我已经徐娘半老了。不，不在乎，我只要你，只让你吧。我的心只准你。必然不才，为我公主的小闺蜜们也准备了几罐玻璃，还请小娜。是吗？是不是我们都有吗？自然，自然。多谢。不过还有一个要求。哎呦，尽管说。你说，说吧。这次良辰美景之时，我与我的公主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还请
各位谅解。了解了解了解，我们先走了。慢走。等等我。不送，不送。怎么样，老板娘，我的演技还可以吧？演技倒是不错啊，这下看真不死那三个相伴了。那必须的，我可是专业的。鉴于你不错的演技，本老板娘决定特许你和那个臭丫头放一天假，去账房挣二十两银子，顺便啊赐两套新衣服。真的吗？嗯，谢谢老板娘。许诺，我们放假了。他们竟然有间谍，他们到底是什么人？老板，这件衣服多少钱？二十两。十八两行不行？好，成交。苏曲，你还真是无处不在啊。哎，小玉，小玉，谢谢你，周若晨。没想到这衣服这么贵，都十八两银子。没事，有钱，有钱。你们有没有感觉气氛不太对啊？好像是哦，常热闹的很，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三好将来了，三好将来了，三好将来，快跑啊！真是白虎将，快跑吧，快跑！哎呦，别去。大胆刁民，竟然敢挡圣旨道！什么人敢拦圣女座驾？神策，冷无忧。老人家，你没事吧？老人家，我们先到一边。来，慢点，慢点。奶奶。我学过正骨，我给你看看。哎，学过正骨呢？怎么样？哎呀，好像能动了。好啦，好多了。哎，好了，没事了。哎呀，注意安全啊！谢谢啊，谢谢。哎呀，谢谢啊。喂，许一诺，你看够了没有？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得回客栈了。啊，对，老板娘该催了。喂，等一下。可否问姑娘姓名？你长得很像我一位故人。我。喂，兄弟，你这搭讪方式也太老了吧？哎，我叫宋明烟。你叫宋明烟？哎呀，宋明烟不是吗？他怎么不理我？哦，他高度近视，估计是日抛美男。你们认识拜火教的新圣女？啊，认识。不认识。他长得也很像我们的一个故友。但是不是？哎呀，就是嘛，大哥，我可以保证，你别看他们两个长得比较好看，对不对？他们不可能认识拜火教的圣女，他们马上就要成为我丐帮的大弟子了，对吧？看他们，不认识，我刚刚看错了。哦，我是冷无忧，是神策府统领，很高兴认识几位。我叫周洛琛，他叫许一诺，他叫苏启，我们来日方长啊，不，来日不见啊，拜拜。来，走，快走啊，老板娘都要拜拜了。真不是你吗，小兰？田雷门的间谍，田雷门的那两个长老已经被我处理掉了。很好，
御剑山庄这次共发出十张剑帖，如今我们已经取得六张，剩下的四张分别在无极门、新月派、丐帮和五毒教中。这些教派都是南垦的骨头，行事要加倍小心。遵命，下去吧。主人，我又发现了一新的剑帖。在哪儿？在一个名叫周洛琛的人手中。我查过了，没查到任何来历。他现在住在四方驿馆。周洛琛，我叫冷幽，是神策府统领，很高兴认识你。我叫周洛琛，他叫许一诺，他叫苏启，我们来日方长啊，不，来日不见啊，啊，不见不散啊。他还在四方驿馆。吃了五毒教教主乌耀阳的乌鸡，我们也不知道那是有毒的呀。况且，退一万步讲，这我们怎么会想到那是让人那种耍流氓的嘴？你说谁耍流氓呢？要不是我当时不清醒，谁会对你动手动脚啊？耍流氓你还有理了是吧？周洛琛，周洛琛，疼啊！松手！周洛琛，打！行了。那只乌鸡呀、啊，是给人补益精髓的，吃多了精气乱跳，浑身燥热。你们过来。这是百青丹，可以暂时压制住你们的毒性。哇，太好了！谢谢老板娘，那我们就干活了。等一下。这是什么？你们周洛琛，快偏呀，不然没饭吃了。周洛琛，有人找。老板娘，有人找我，我先去问一下。嗯。站住！你们跟剑圣夫妇有什么关系？这个，老板娘，不好啦！又有什么事儿啊？周洛琛被人打了。什么？你们凭什么动手打人？凭什么打人？别打了！凭什么？就凭你勾引我老婆？我没有。你血口喷人，你拿出证据来。证据？来，认识这个吗？是他。我是送他过，可是你承认了。大家都听见了，他给我老婆送过戒指。你送归送，你居然还送个假货给他，害得我老婆现在每天要我给他买戒指，不买就要跟我离婚。好，不大哥，你冷静一点，你听我解释啊。解释个屁呀、啊！我现在就打你个勾引我老婆的小白脸。打在你面前，这位大哥，请稍安勿躁。你挥舞功了不起啊！我告诉你，这么多人看着呢。我告诉你，勾引别人老婆是重罪，打人就是罪上加罪。绝不能让周洛琛被送过，不然他死定了。这位大哥，
那您说怎么办呢？你问我啊。要不这样吧，我们再给你买一个针呢、啊、您看可以啊，一天买一个。您这不是敲诈吗？不买也行，我听说这小子手里有个剑贴，拿剑贴来交换。那不行，那是五毒教巫教主给我的，不能给你。不给也行，要么跪下道歉，要么跟我去见官。那更加不可能了，男人膝下有黄金。哎呦，跪可以跪，那个单膝行不行？不行。不行就不行嘛，你吼什么？算了，跪了跪了，就当是跪天跪地跪父母吧。不能跪。许诺，这不关你的事。一人做事一人当，有什么事冲我来。许诺，你起来。你干嘛？给我滚！好强的内力！周洛琛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内力？啊！刚刚是地震了吗？好像是的。什么破地方，还地震？难道他们就是剑圣夫妇？帮我找洛琛哥哥，找到了吗？还未找到，兄弟，稍安勿躁，教中已经派人全力寻找了。我不管，我不管，你们必须帮我找到他。遵命。等等，我只要洛琛哥哥，至于那个许一诺，要是找到了，杀了。是。滚！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哎，别看了！刚刚你都把客人赶跑了，老板娘会杀了我们的。快走吧！走去哪里？你们想要逃去哪里啊？不必多说，什么都不要说，我已全部知晓。晚辈拜见剑圣夫妇。啊！每次拜见大会之前，江湖总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两位此次微服前来，想必是为了保全拜见大会的顺利进行吧？看来你已经识破我的身份了。还是有眼见，不必多礼了。平真，请起。多谢周前辈。只是，如今二位的身份已经全城揭晓，此地不宜久留。老板娘，你是不要我们了吗？这是我为二位准备的一些银两和两套衣服，还望不要嫌弃。不嫌弃，不嫌弃。对，不嫌弃。此生能够见到剑圣夫妇，我这辈子值了。原来剑圣夫妇的待遇这么好啊！这是周洛琛，吴教主。吴教主为什么写信约我们来这里见面？吴教主，看来他还没来。哎，你说这个吴教主到底怎么回事？偏偏把我们约来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谁？二位英雄，别来无恙啊！怎么，
连老夫的声音都不认识了吗？吴教主，敢问你这次来是来给我们带解药的吗？药？什么药？就是……哎，等等，他不是吴耀阳。啊？什么？二位英雄说笑了，我不是吴耀阳，还能是谁？那我问你，你的那只乌鸡养了多少年？对，多少年？区区一只乌鸡，老夫怎么会记得呀？不对，果然有问题。小乌啊，小乌，你我相伴数十年，怎么今天就丢下我一个人走了呀？你让我以后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哎呀，老头，我看你是糊涂了。别过去。屁股好像被什么东西扎到了，啊，这是，啊，哎呀，这下完了，解药碎了，之后发病我们该怎么办啊？还不是你自己一屁股坐碎的，你就不能有点自制力吗？在下御剑山庄唐沐风，不知二位在此，唐某稍作休息便离开。唐庄主，你是御剑山庄的唐庄主？正是在下。正好我们有剑贴，我们也要去御剑山庄。此地不宜久留，有拜火教的杀手正在追杀唐某。唐庄主让奴家好找啊，留下来陪人家玩玩嘛。什么？剑圣夫妇？你们是剑圣夫妇？原来剑圣夫妇在此，那我们姐妹二人也不便多留，走。原来这两个刺客和那个假吴耀阳是一伙的。没错。原来你们就是剑圣夫妇。唐某，谢过剑圣夫妇救命之恩。客气。唐庄主不必客气，应该的。既然二位要一同前往御剑山庄，那就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将军，刺杀御剑山庄唐沐风的任务失败了。知道。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啊？怎么办？卧底拜火教，潜入御剑山庄。遵命。御剑山庄。你们快点！哇，好厉害啊！周洛晨，你快点，你快来看呐！许一诺，你慢点，当心扭了脚。这御剑山庄这么大？不错，我们御剑山庄是整部剧最大的山庄，这里只是一期，后面还有二期、三期、四期，五期还在规划，六期还在筹备。低调，低调。御剑山庄果然相当厉害，原来唐庄主是带资进组啊！来，二位这边请。来，二位这边请，我先带二位去三级别墅去看看。如此好。好呀，好呀。二位，这就是御剑山庄为二位准备的客房。我们两个住一间啊？二位不是夫妻吗？哎，你误会。哎，诺诺，咱们就听唐庄主安排。唐庄主，我们剑圣夫妇从来都是相濡以沫，恩爱非常。来，随你安排。那就好。那既然如此，二位就早些休息，有事尽管吩咐下人。唐某人就先行告退了。是，还相濡以沫，恩爱非常吗？有老婆了不起啊？
哇，这房间比老板娘客栈豪华多了。那什么，恐怖电影里面的主人公都是分开以后领盒饭的，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团结，这才安全。主人公是不会领盒饭的，主人公都有主角光环的。请进。唐庄主，真是太好了，二位还没有休息，你怎么来了？唐某感念二位前辈的救命之恩，特地准备了一些小礼。是金的，那我就不客气的收下啦。哦，对了，这是……哎呀，唐庄主真的是太客气了。这，唐庄主怎么知道我又饿又渴？剑圣夫妇果然不同凡响啊！这可是我们山庄最高浓度的酒，俗称酒精，是供客人消毒用的。那唐某就先行告退了。二位贵人早些休息，明天见。徐诺，徐诺。这些辛苦都是我。我可别打我这些嫁妆的主意，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你真是个小气。玩意儿这么难喝，我让你们给我找到咖啡豆，找到了吗？胶州众人已经去寻找，暂时还没找到。二庄主，不是说只有参赛者本人才能参加这次仪式吗？他可以带侍女啊。对对对，这个这次拜见大会我赞助了100,000两，我想带几个侍女就带几个侍女，不管凭吗？你是哪个门派的？懂不懂拜见大会的规矩啊？我们是西域拜火教的，因圣女喜欢热闹，便买了一张见贴。买了一张，有钱了不起啊？了不起喽！你别冲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小姐，小姐哟，也不知道你们拜火教的财富跟人家御剑山庄能不能比？哟，哪来的臭乞丐呀、啊？脏了本小姐的眼！你可以侮辱我，但是不可以侮辱我们丐帮，因为我们丐帮是天下第一帮。哼！抱歉啊，抱歉，各位，没迟了。哎，欺负爹爹们，快点，快点，快点！苏琪，哪儿都有你。罗昌哥哥，我终于找到你了，快过来。苏尼耶，你说吧，罗昌哥哥，快过来啊！我还是先在这儿吧。冷公子。徐姑娘，我们真有缘。是啊。我想起来了，你是陈墙上救我的那个人。就是你们呀。嗨。既然大家都到齐了，那我宣布，咱们晚上见。啊？什么？才开始？哎，茶都没一杯啊！你没搞错，刚进来，你是认真的吗？才来没多久啊！怎么回事啊你？哎哎，
喂，我们认真的吗？刚刚才到这儿，怎么才来啊？太奇怪了吧？喂，为什么要走啊？宝宝们，找妈妈去。好，既然大家都到齐了，那我宣布御剑山庄第五届拜剑大会现在开始。接下来请宝剑。请宝剑。请宝剑。这个箱子里面什么都没有，但这重要吗？它不重要。为什么？为了安全。接下来我们最后一次请宝剑。我宣布，本次宝剑的名字就叫四云剑。竟然抢我台词！没错，此次宝剑的名字就叫四云剑。拜见！真心御剑山庄就看你了，死云剑。邪门歪道八大岔，非君子才能迈正路。交换兄弟上台将，老夫聊过少年狂。马走金路飞快会弯掉，我是一匹射天狼羊。西哥三百七头盘案，老夫掏尽一切逃看。那当年沙场秋天宾客，如今聊来无人看。若是相见再见，我念的想要教我一遍。看我欠着谁能与我出个这么中原？人世间情为何物，只得生死相许。转财人在天涯，英雄难过没人管。一直自愿仰慕是谁为千里共享残缺？蓦然回首，那人不在灯火阑珊。宿命两难，断你深深约着一人一壶愁。相逢与我终身沉沉，我心自在天里游。若一个火让开，下面我宣布，御剑山庄第五届拜剑大会现在开始。我参与，我自豪，我为江湖做贡献。今天月亮好圆啊。
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该不会在等人吧？是啊，自从我们上一次吵架，已经一周未见，如隔七天。那个，我今天本来想给你做好吃的来着，不小心把手给划破了。啊？这。星哥，你别装了，我喜欢主动的男人。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我早就料到今晚的月色格外美丽，所以来到这城墙，早早等待你了。好啊，可是如果回去太晚了。我室友锁门了，怎么办啊？也是啊，那这样吧，你早点回家，路上当心，多喝热水。木星哥，怎么了？今天 BGM 怎么这么卡顿？估计是哪只单身狗。想破坏我们浪漫的气氛吗？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什么？你不是挺喜欢这里的吗？怎么想回去了？不知道。你看啊，你在现实世界就只是一个小舞弟，你在这里会成为我的剑圣夫人。难不成是你这夫人对我这剑圣本尊不满意？乱演鸳鸯谱，小心住孤生。月老说了，人世间的情情爱爱，乐在人世间时时终究。这里终究不是现实。月老可没说这话，而且这里怎么就不是现实世界了？许一诺，你就是个稀里糊涂、分不清什么是戏里戏外的小笨蛋。你看，人家都说我是个演员，其实在我看来，你才是那个分不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戏剧的人。从我出生的时候，你们一生一群开始，别人都以为我是怪胎。哎，你知道吗？只有我爸爸说，看我骨骼惊奇，一看就是个练武奇才。从小就带我看遍了所有的武侠小说，哪吒。我成大侠了吧？喂，许一诺，你又开始了。不信啊，我六岁的时候是一打三十呢。哦，还救了个小胖子。小胖子？你想当什么？当小胖吗？你们竟敢在本女侠的地盘上欺负人！来了，快跑！你叫什么名字？叫我女侠就行了。谢谢你的鸡腿。你在看什么书啊？什么人在做什么？看得懂吗？我长大后要做演员。但是他们抢走了我写的剧本。没事儿，我给你写。你想演什么？我肯定不写小胖子，我把你写成大帅哥怎么样？但我爸一直说我打架厉害，长大以后他想让我去打拳。我也喜欢打拳，但我答应你，我一定会给你好好写故事。不信？莫非是四云剑？什么死云剑？你还记得那天我们在马车上，我们的道具剑忽然发光了吗？嗯，不知道了。你还能记得啥？马车上剑发光，然后呢？据我分析，死云剑很可能就是我们穿越时空的钥匙。
所以我们必须得到他。必须得到四元钱。所以我们必须得到四元剑，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回去了。徐诺，徐诺，我叫你了，徐诺。什么人？我是这边的人。苏启言，哎呦，你们吓我一跳！你在这儿干嘛？你手上拿的什么？你竟然下毒！这苏启，你怎么能是这种人呢？嘘，怎么是还的你？我这么做不都是卖给你们吗？据我所知。这次参赛选手的吃喝用水都来自这口井。哦，你怎么知道？因为遇见山庄就只有这口井。哎呀，你不要这个样子嘛，我就放一点巴豆粉，明天让他们多跑几趟厕所，手脚无力，我又不会武功，上去也是送人头啊，我就只能做这个了，明天全靠你们了。等一下。我们可是剑圣夫妇，怎么能做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呢？对啊，不行不行，我们是有正义感的。好吧，明天我要输了，你们敢别举报我啊！等一下。那个，你还有多少八斗分啊？还有多少？水缸打过再过定了吗 ？OK， 还是你想的周到啊！这个就叫做战斗不忍心。耶！竟然做了，就应面面俱到，确保万无一失。太漂亮了！哎呀，不行，我燃起来了，燃起来了！五毒必胜！哦，五毒必胜，五毒必胜。五毒必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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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毒必胜。方案永远不能只有一个，八斗粉只是 plan A， 釜底抽薪才是 plan B。 那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司云剑。司云剑，我们终于可以回去了。这把剑切肉一定很快吧？离下！离下！你怎么天天生我气呀、啊？别碰我！哎呀，我没生气。你没生气啊？那就好。哇，这孙剑啊！吴青哥啊，他什么破剑啊？我是你说要先追我的。我就不明白，是你说要先追我的，不主动就算了，我主动，你追我难道就只是为了说嘿嘿嘿吗？哎呀，离夏，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做事情只能做一半的。从小我的父母说让我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可是我现在也只做了一半，现在成了一个很秀的人。你说我要追你，但是我也只做了一半，我只知道怎么说，但我不知道怎么追嘛。
好呀，嗯，既然你只能做一半，那我就做你的另一半。嗯，哇，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整了。嗯，来吧。这嗨，快快快，哎，这边这边。嗯，这什么破地方啊，这就是御剑山庄啊，还没我家厕所大。哦，你就是司云剑，我以为多难拿到呢，看到你啊，就想到洛琛哥哥一定会爱上我。哇，你们两个让我进去。哎呀，让我进去，让我进去，让我进去。宋小姐，你怎么在这儿？来找耳环。这不都在吗？我有三个。那我帮你找。哎呀，不用了，这样的耳环呀我都得试。那就先不打扰了，拜拜。这么晚了还加班呀，不容易哦。不愧是人民币玩家，今夜大殿不得任何人入内。是，庄主。大哥，我已全部准备妥当，保证万无一失。那就好，但是要时刻提防，要利用这次拜见大会找回御剑山庄往日的辉煌。是，大哥。你说唐庄主为什么突然把我们换来这间小屋啊？谁让宋凌烟非得住我们那间？没办法，他有钱吗？啊，唐，你到底会不会弄啊？你也太娇生惯养了吧，不就是挤了两下吗，还能把你胳膊挤破？许一诺，你居然敢这么对我，我跟你没完。什么声音啊？别动，第一次都会有点痛。唐是洛琛哥哥，许一诺不会在轻薄洛琛哥哥吧？哎，你弄，忍着点啊！第一次都会有点痛。我疼！啊，疼！去救洛城哥哥！洛城哥哥，我来了！哎，好了。哎，徐一诺，想不到你还会这些。这算什么？我这膝盖十年前跳楼摔的，这胳膊里面有十根钢钉，两年前被马拖了两公里，还有这肚子上面有个红印。哎，泡面糖。哎，还有这胸口上。哎，就别看了，别看了。你们在干什么？洛琛哥哥，你们真的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吗？宋凌烟不是你想的这个样子，我胳膊脱臼，许一诺在帮我复位。嗯，复位？复位需要脱衣服。没有脱衣服，我们只是在看伤口。对，伤口，洛琛哥哥，你宁愿看他的伤口，也不愿意看我。他的伤口是痊愈了，我的心脏滴血呢。周洛琛，我的伤口在滴血呢。洛琛，不要！看来老爸说的对了，这女人没男人什么事儿啊？救命啊，太残暴了。我才不站住呢。
醒醒醒醒！啊，不好了！我不是被人设计了吗？这还用问吗？我们能把自己绑起来吗？但是为什么只是把我们绑起来，不是杀了我们吗？难道是？这是拜见大会召开的声音，如果知道，就失去比赛资格了。我才不在乎这什么破比赛呢，我宁愿跟洛琛哥哥绑在一起。别胡闹，宋宁。司云剑关乎我们回家的希望，我们必须要参加比赛。是，回去了呀，你们就不是剑圣夫妇了，就可以分开了。哎，许一诺，你平时力气不是挺大的吗？快，挣乱他。平时不是力大无穷的吗？今天怎么这么没用啊？不好意思，吃早饭。再试试，再试试。加油！唐庄主还差最后一项，还敲吗？一个人都没来。敲什么？一个人都没来还比什么？对了，你昨天几点收的通告？要来不及了，快点！哎，唐公子，唐公子！没迟到吧？这天色不对啊！怎么办事呢？今天一个时辰敲锣，难怪没人。没有没有，那个跨行进城不太懂规矩。嗨，没事没事。哟，早上好，宋小姐。啊，早上好，唐公子。耳环找到了吗？嗯，找到了。哎，开始了，开始了。哎，阿庄主，我这二位脸色为何如此苍白？哎呀，阿庄主，茅房在哪边啊？咱这山庄二期还没盖茅房。啊？咱要不？去哪儿了？我靠！哎呦，这一个个都怎么了？大家早啊！他怎么来了？早啊，许姑娘，早啊！早啊，冷公子，吃了吗？在下已经辟谷，不吃粗谷。漂亮，看不出冷公子小小年纪，修为如此高深啊！哎，喂。我这是不是睡过头了？哎，对着我呢！哎呀，不用，报告，那我退赛吧。我把机会留给更需要的人。我们丐帮不在乎这些虚名。耶，阿庄主，感谢各位英雄好汉光临御剑山庄。第五届拜剑大会。延期举行。哎，为什么？唐庄主，是出什么事了吗？是这样，看大家今日状态不佳，这如此比赛他有失公允，所以延后比赛。我同意。拿个挨千刀的在水里下八斗粉，别让我找到。就是。哇，好疼！那敢问唐庄主，请问大会要推迟几日啊？这个还需要重新召开山庄股东大会重新定夺，对于给各位带来的不便，我唐某深感歉意。行了行了，哎，走吧走吧，走啊，走喽。冷公子，你喜欢许一诺，
喜欢又如何，不喜欢又如何？我喜欢周洛琛，不如我们互相帮助，你得到你喜欢的人，我得到我喜欢的人。抱歉，宋姑娘，冷某一向独来独往。冷公子，冷公子！大哥，这四云剑无端裂开了，御剑山庄可从未出过如此怪事啊！定是锻造师急于求成所致。那剑炉修不好四云剑要多久？至少需要半月以上。这也太久了，难道只能拖延时间，等下个月圆之夜了吗？没错，你可将比在项目设置的多一些。明白了。怎么办？一晚上全白忙活了。天无绝人之路，我们一定会有其他办法的。能有什么办法？我就毒发身亡算了。还不都是你？谁叫你那无鸡汤做的那么好吃？不然我也不会一口气就吃完。哎你！看见你夸我的风声，不跟你计较。今天几号啊？阴历十五。什么？又是我们毒发的日子，没有药粉，我们晚上怎么办呢？药？啊！鬼啊！鬼啊！哦，拿开点，吓到人了。什么毒发之日？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啊！我们没说啊，你听错了吧？对对对，你听错了，听错了。你们！可可肖娜，在，给我好好查查他们在扬州城的行踪，我倒要看看他们俩中的是什么毒。是。这是我今晚准备要用的东西，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你拿蜡烛干嘛？这家里没蜡烛了，今天去领了两支，不是今晚用的。那这个呢？哎，这个防止你亲我的。这个呢？哎呀，以防你控制不住，拿来控制你的吧。控制我？我看该控制的是你吧。就你这一身力气，要是真动起手来，谁管住？哎，冷公子，你怎么来了？没事乱穿，一定没安好心。请问冷某可以进来吗？当然可以啊，请进。敢问冷公子前来有何贵干？没什么要紧的事，只是拜见大会推迟了，闲来无事。嚯，这些是何物？哎，这些都是不重要的东西。哦，对了，我做了几道菜给二位尝尝。啊，这么好，刚好我们也没吃东西。哎呦，姓冷的，这分明没有我的份儿啊！哎呦，没想到冷公子除了会驰骋疆场，这砧板上的手艺活也挺在行的吧？爱好而已。也是也是，驰骋疆场的将军和厨师也算是一家人吧。周兄，此言何意？这不都是耍大刀的呗？周洛琛，很好笑嘛。周洛琛，你够了？干嘛？上边去！哼，会做菜了不起啊？怎么样？好吃吗？好吃。我也要吃。你吃啊，
谁不让你吃了？胳膊疼，你喂我吃。你这胳膊不是早就给你治好了吗？我不管，我就是要你喂我吃吗？好好好，我喂你吃。嗯，行。看着我吃你的东西，是不是很憋屈呀？很咸，有点咸。嗯，好吃，我自己来。谢老大，我要在你面前吃光你所有的心血，欣赏你伤心欲绝的表情。看周兄的表情，应该是噎到了吧？让冷公子见笑啊！这就是爱表演，爱解放天性。请问许姑娘，何为表演？表演嘛，就是爱显眼。请问何为解放天性呢？解放天性嘛，就是爱显眼，专属训练。哦。周洛晨，你够了？冷公子见笑了。没事，没事。周洛晨，再不起来我生气了。周洛晨。什么呀？那这只呢？这只挺配你的。哎呀，这只也不好看，怎么那么丑？小姐，调查清楚了，周公子和许小姐在扬州城时，误吃了五毒教教主巫药羊的乌鸡，听说那乌鸡由天真地宝喂养，其血肉所做的药丸能够温补肾阳，补益精髓。可是什么？可是那两人把乌鸡全吃了，不过头了。每当月圆之时，就会精气乱行，让人渴求。渴求什么？继续说呀！渴求与人共赴巫山，行云雨之事。行云雨之事，说的该不会是……那不就是干那事儿吗？楚洛琛。救命啊！这叫声是许一诺的，该不会洛琛哥哥还是没控制住自己吧？哎呀，哎呀！周洛晨，你又想怎么样？许一诺，你好意思问我？我都差点噎死了。你既然见死不救，哼，我不要。周洛晨，你别给脸不要脸啊！许一诺，世界如此美好，我却如此暴躁，真的。洛晨哥哥，别碰！哎呀，洛晨哥哥，不要再生气了嘛！走开！苏洛晨，你干嘛？我警告你啊，你别乱来啊！要不你明天再生气，今天我们先把事儿办了。把事儿办了、好呀，那你倒是说说我们具体要办什么事儿呢？哦，今天是月圆之夜，
那我要变身了。好啊，周幽辰，真的是活腻了。喂，你怎么只把我一个人啊？哎，别动了。哎，许一诺，快给我松开。什么绳子绑得住我啊？老实待着吧。喂，我口渴了，我想喝水。哎呀，许一诺，你有没有人性？哎，哎。洛琛哥哥，我给你准备了炸鸡，我特意。哦，你怎么来了？洛琛哥哥，你怎么被绑成这样了？你们现在也太……许一诺呢？干嘛？别碰我！哎呀，我帮你解开绳子。哎，你走开啊！炸鸡留下。洛琛哥哥，洛琛哥哥，你干嘛呀？虽然我是一直喜欢你，但是你不觉得我们这样有点太快了吗？给我出去！拜见大会推迟，唐庄主，你让我们怎么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交代啊？大家都等着看比赛呢。就是，我可是买了这次拜见大会开幕式的独家冠名，30,000银子就这么没了。唐庄主，那些参赛者要是在这儿多待一个月的话，这得要花多少银子？到时候我们账房的 KPI 要怎么算啊？我们赌场盘口都开了，你现在告诉我不比了，你让我拿什么赔给那些下注的人？这比赛我刚花多少钱？就是，你有没有想过我那3,000多钱？你要解决问题啊！你别吵了，吵就能解决问题吗？我也想知道该怎么办。我那3,000银子就这么赔了，你得给我个说法。什么意思？吵什么吵？一群大老爷们唧唧歪歪。大姐，我这是在哪儿啊？头好痛啊！不好，还好衣服还在。不知道周洛琛昨晚怎么样了？唉，真不该贪嘴吃那只乌鸡，不吃乌鸡也不至于每到月圆之夜就失忆呀。还是先回去看看周洛琛吧。等等，这画上的人怎么那么眼熟啊？无忧为什么要画我呢？我？这是昨晚给你熬的药。我在哪？昨天你毒性发作，差点杀了苏琪，还好我一路尾随你到破门。没事吧？放心，他没事。那就好。画的怎么样？大还是小？这次一定是大。你可要想好了呀，再输可要脱衣服了。那么大的肚子有啥好看的？来吧，开吧。小小脱衣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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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脱脱脱脱。肚子尽情羡慕吧，快脱呀，老板娘！不是我。哎，老板娘，你来客人了，我们先走了。你认错人了。
呀，又好色又贪财，还说不是你。嗯，找我有什么事儿啊？确实有个事儿找你。我和周洛琛的解药弄洒了。好吧，我等会儿去给你们弄。谢谢老板娘。大姐，可算找到你了。哎，二位也在呢。大姐，没错，这位就是我亲爱的娘姐，御剑山庄的大小姐唐沐雨。哎，大姐，来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二位请等一下啊。怎么了你啊？有什么事儿？大小姐，昨晚过得怎么样呀？哎，你知道吗？原来老板娘竟然就是御剑山庄的大姐，我还找她拿了新的解药。周洛琛，周洛琛，怎么还在睡觉呢？周洛琛，这脉搏不对，温度不对，呼吸也不对，糟了，你可别死在这儿啊！还好药来得及时，赶紧先试试。我是来告诉你们，拜见大会这次比赛规则改了，原来是比武定胜负，现在是比赛积分制，谁的积分越高，谁就可以拿到紫云剑。啊！父老们，乡亲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经过漫长的翘首以待和主办方的不懈努力，我宣布今日御剑大会浴火重生，迈着崭新的步伐重新开赛了。好吧下面我们重新请出四元剑。又搞这套啊！剑呢？安全，都是为了安全。拜见！切！走了，别走！拜见大会！哎呀，什么呀？走！嘿，各位父老乡亲，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老传统啊！我们先来介绍下本次的参赛选手。第一位，顾清歌，无极门五剑之首，为人纯真耿直，特长吹笛子，所使兵器为无极天道剑，绝招是天道无极剑，期待指数七星。第二位，黎夏，星月派代理掌门，为人谦和恭敬，特长跳舞，所持兵器为星月伞，绝招是闭月修心，期待指数七星。第三位，苏琪，丐帮二代弟子，用武毒叫事情大弟子，人品一般，特长没有，兵器是一代打火棍，绝招不明，期待指数一星。第四位，宋凝烟，拜火教圣女，为人愤世嫉俗，擅长消费，
瘦身大把钞票，绝招是手满人心，期待指数八颗星。第五位冷无忧，神色府将军，为人刚正又通情，浪漫又专一，威严又谦逊，总之是百姓的定心丸，国家的守戒人。所持武器为上界拜剑大会雌雄剑之一翔阳剑，绝招是九阳神剑，期待指数九颗星。可惜小蛮姑娘和追月剑离奇遇害，不然双剑合璧必然是所向无敌。好，最后一组也是本次比赛的编外选手，他们就是剑圣胡夫。人品位置、可图位置、武器位置、绝招位置，期待指数十颗星。十颗星啊！好的，下面我们将报道交还给比赛现场。郎君，你此次进京赶考，我送你这瓶平玉阁精选文房四宝。你若得中功名，妈妈要记得回来娶我，我可是背着爹娘与你私定终身的。你怎么可以把家中至宝送给我？万万不可呀！传世经典方能彰显至尊身份，我送你这平玉阁精选文房四宝，才能配得上你。我决定了，日后高中状元一定娶你为妻，为你求得诰命封赏。哦，就是这个当涂子夜闯小姐闺房。父亲母亲，是女儿不孝。我没有这个女儿。来人，来人，在将这个登徒子抓起来。 OK， 不关我的事，是这位小姐勾引我的。待待，不关我的事。郎君，你竟然女儿呀，爹娘演这一出戏，你可看清这人真心了。三男，母亲，我没有想到他竟然是为了我们的品玉阁，品玉阁文房四宝来的。品玉阁精选文房四宝，只要用上就能考上状元。他是我的狂妄无耻之徒，败坏读书人名声。来人，在将他扭送官府。好的，走。燕用品玉阁文房四宝，圆圆读书人状元梦想。怎么样，风掌柜，您的广告费不会白花的，瞧瞧这广告。明天我们就在御剑山庄葛专卖店播起来，播起来。通过洗脑式的反复宣传，用品玉阁文房四宝圆读书人状元梦想这句宣传语，会深刻地印在每一个读书人心中，将会大大增加我们的用户粘性。有点意思，甚好甚好。什么甚好呀，风老板，这么好玩的事情怎么能不带上我呢？方老板，你这么保守的人，我们玩这么时尚新颖的传播方式，你受得了吗？我曾经也是个追风少年。我们哎呦喂辣椒酱也要做广告。方老板你先稍等，凤掌柜，咱们这边先把广告尾款结一下吧。等等，现银我可以一次就不还，只要你把我两个演员给安排上。好说好说，那二位老板咱们这边一起请。
我们今天比喝酒，你赢了，我就告诉你一个明天我赢的办法。我赢了呢，就把洛琛哥哥让给你，拿去吧。不行，我要靠我自己的努力得了。喂，你们能不能尊重一下别人的意思啊？哎呀，做人嘛，要学会变通，过程不重要，结果才重要吗？真是够了，我又不是东西，被你们推来推去的。你就说吧，你能不能比？本小姐可以发发慈悲，让你找个替喝。嗨，不用。阿诺，我替你喝。我替你喝。既然如此，宋小姐，我替你。冷少侠，承让。周公子，客气。这一杯敬我们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一杯。周公子，好词，我干。今晚月色正浓，那这一杯就是末世金尊空对月。没想到周公子还会理太白的事啊。承包了吧。敢问冷兄是否知道苏轼苏东坡？没听过。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好词啊，周公子文采了得，在下只能吟几句，想不到周公子还会创作，佩服佩服。这一杯，这一壶，干了。冷心豪爽，赔一个，赔一个。呀，小弟被你原地圈粉。说好的米饭和酒，果然男人都是幼稚。喝。冷无恙，我今天就跟你说说我方立场。他，我不要。他，我的。他。他才不是你的，他都睡过我的床了。他是我的。他睡过你的床算什么？我还睡过他的床呢。哎呀，我告诉你啊，我知道他左胸上，表哥伤疤。好面烫。后面是谁？我要杀了。你们继续，我先回去了。洛琛哥哥，你别走，你别离开我。哎，你瞎。这两个人到底是不是好过？你好好坐着，我先回去了。你都好久没有这么教过我了。之前你别走，你陪着我嘛。你我之前都怎么叫你啊？你之前从来不会对我这么冷漠的，都怪那个许一诺打我的。那我之前是怎么对你不冷漠的呀？你之前
很温柔，很温暖，对所有人都很好。喂，喝，干杯！赶紧喝。原来周洛琛你是个中央空调啊！哇，爸爸！哇，哈哈哈哈哈！三个菜鸟，这玉四十九装真是又大又黑，估计开发不起城濑尾楼了吧？你说小姐什么时候能喝完？打两份工拿一份工资，真绝！谁叫咱们又能做杀手又能做丫鬟呢？能者多劳嘛。那咱们这会儿是先去找小姐，还是先去拿剑啊？哎，随缘吧，走到哪里算哪里。嗯，行，那走吧。小姐，小姐，你怎么把自己喝多了？小姐，你怎么这么没有用啊？别碰我，我没醉，还能喝。小姐，别喝了，咱们走吧。小姐。冷冷，你说这御剑山庄还蛮大的，可是为什么要卖假剑做假账呢？说不定连这些牌匾都是假的。哎，反正我觉得这问题大得很，我们应该好好查查。阿满，你送我到这里就可以了，你先回家吧。哦，你怀疑我？我冷无忧叱咤风云这么多年，我有事。哎呀，冷冷，反正这次也不是什么大任务，你就让我陪你去吧，我想娶你了，求你了。你答应过不打我的。可以不打你啊，那你让我陪你去吗？我答应，我答应，放给我。痛。是这样吧，我回家去做饭等你。你想吃什么？肥肠。切，小胖子。哎呦，放开，快放开，放开啊。痛啊，我怎么会喜欢你啊，还这么痛啊。对。累死我了。啊，怎么就剩你了？哎，醒醒。阿满。哎呀。阿满。我对不起你，我不应该让你。这两个人到底要怎样？喝，继续喝，喝，喝，来，有了，勉强搞定，好累啊，可是我睡呢。
喝，继续喝。要你给我个解释！解释什么？昨天晚上，为什么我和冷无忧会睡在一张床上？还有，为什么你会睡过冷无忧的床？他才不是你的，他都睡过我的床了。哎呀，不就是因为我上次发病被他捡回来了吗？毒性发作，差点杀了苏西，还好我一路的经过。知道吗？英文比赛马上要交稿了，你想好要画什么了吗？哇，好厉害啊！哎，马上就要交稿了，你们画的什么呀？哟，来了各位。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组参赛选手的作品。哇，陛下，你那个画的是我吧？嗯，挺帅的呀。不行哥，你画的什么呀？人间最美不过是理想，我画的是我的理想，仗剑走天涯，出强不弱。我们来看第二位参赛选手宋宁烟宋小姐的参赛作品。宋小姐画的真是一幅好画啊，好画。唐庄主，我这画上贴的是10000两银币，我要是赢了，这张画呀就送给咱们御剑山庄了。哎呀，好说好说。好，最后一位冷无忧先生。冷无忧先生果真是个直男啊。来，
许一诺和那个臭乞丐怎么样？哎，来了来了来了！这个苏琪啊和这个宋小姐选择了同样的题材，但是画工啊还不及宋小姐的十万分之一。哎哎，话题过来，喂，哎哎哎，哎，许小姐怎么什么都没画？我画了。是吗？可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你再好好看看，我的画是只有圣贤才能看到的，寻人他看不见的。我好画好画，许姑娘画技高超，我苏琪佩服。果然是不好画。这你们都看得到啊？嗯，没有。唐庄主，莫非你看不到？这怎么可能呢？许小姐画的真是一幅好画啊！好画好画。好，既然大家都到齐了，那我宣布本次比赛获奖的是许一诺，许小姐进十分。同样获胜的还有宋宁燕，宋小姐同样进十分。唐庄主，如果下次不是并列题，就是一万两题。好说好说。明天还有比赛，大家今天回去好好休息。早点休息。这边。啊。大哥，你先告诉我。四云剑几日能修好？山庄的股票一直在下跌，就连武器销量都降了整整七成了。这个唐无风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到底在搞什么？我坚持不住了，大哥，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你就告诉我该怎么办，大哥。三弟，你大哥已经走了七年了，你又何必用腹语学他说话呢？什么腹语？大哥没有死啊，他每天都在教导我怎么管理山庄，怎么举办拜见大会。你看看，唐沐风，这是你大哥的牌位。不可能！大哥还天天跟我说话，他怎么会？是他们。你说的没错，你真的打算一辈子活在阴影之下？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三弟醒？一度的玉器山庄拜见大会比赛现场，这里是吃瓜报为大家带来的比赛现场的实况转播。本届比赛由辣椒界领导品牌 AUV 辣椒酱独家冠名，辣椒酱只选 AUV。同时，我们要感谢状元首选品牌凭玉阁文房四宝和借钱不用问亲友的圣迹钱庄对本次拜见大会的倾情赞助。我们现在前方镜头关注比赛现场。首先，大家看到的是我们整装待发的选手们。根据前方镜头报道，各位选手已经服用过止泻药，并且买好了保险，甚至有的选手已经提前预定好了药房的床位，来应对本关节拉鱼痛的洗礼。好的，现在现场的裁判最后
确认本环节的参赛选手。四位选手都郑重的举起手表参赛。哎，等等，拜火教授你好像没有举手。可可香奈，在在，咱们走吧。虽然宋宁渊选手退赛了，但本轮比赛拜火教依旧是最高分，近十分。虽然我们看到场上的选手对几分规则有所抱怨，但尊重的不影响比赛的正常进行。你唱搞什么东西啊？有些了不起啊！第一轮比赛开始。好的，现在第一轮比赛开始了。这位浅山夫妇议员的如果正常比赛出现爆破，将毫不犹豫的咬了下去。我不起来说 so easy。镜头给到了冷无忧，从他的微表情可以看出来，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我们再来看看素姐这边，看似云淡风轻，但我从他浮夸的表情可以看出他的舌尖已经燃烧。哎，等等，让我把镜头转向另外两位选手。你不是不能吃辣吗？要不我们就会认输了。你谁呀、啊？我认识你吗？哎呀，李夏，你别怄气了，对不起嘛。哎呀，李夏，我替你吃吧，要不？你给我。Oh no！ 我替你吃，你别管我了。不要你管。我就要管你。我替你吃。没用。这个淘汰来的是相当突然，没想到有两位选手接连止步于第一轮。在这里也提醒正在观看比赛的观众朋友们，辣与不辣因人而异，喜欢吃辣的要量力而行哦。好的，各位观众，请进行到我们的第二轮比试，魔王吕尖椒。我们看到现在场上还有三位选手，有的选手从容不迫，有的选手表情扭曲。有的选手风采依旧。那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们的应援来信。第一位，无忧无忧，真情相拥啊，这一看就是神策将军冷无忧的应援。让我们再来看看下一封来信，剑圣剑圣，旗开得胜。没错，这一定是剑圣夫妇的粉丝了。好，让我们看最后一封信，苏气欢喜。这顺来不提言二，这在我们看粉丝来信的时候，第二轮比赛已经分出了胜负。这位选手正是丐帮代表苏琪。现在插播一条寻人启事。好的，感谢各位观众的耐心等待，欢迎回到比赛现场。从取出道之路，从第一名到准备，本环节比赛终于来到了决胜轮。哎，用绝命夺魂锅比吃现场。相信大家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桌子上杀气腾腾的铜锅。如果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次的绝命夺魂锅用来一味辣椒酱所有五星辣度以上，所有的辣椒作为原料熬制981天而成，闻上一口马上是味觉天生的，已经失去意识，要是喝上一口，我的天，真是想都不敢想。我不需要，你知道我有个称号叫川国小王子。周公子，我看还是认输吧。那我来。大家现在看到周洛春手手回魂小胖椒作为开胃菜。那是不得了，观众朋友们，本选手不但选择了回魂小胖椒，还毫无人性的搭配了国王红辣椒酱，这样的吃法真是不给对手留半点机会啊。让我们看看周选手会如何回应这样的侥幸。哼，有两把刷子，继续。没错，周选手果然看中了场上另一款辣椒酱，这是传说中的黑衣卫食性狂辣的猩红辣椒酱。法官绝不能小看这猩红辣椒酱，这辣椒酱被誉为米饭的恶魔，面条的终结者，只要一点点就能搭配吃掉三碗米饭、两碗面条，并且越吃越想吃，成为你减肥路上的烂肉物，也是路上的墓志铭。现在我们看到干吃猩红辣椒酱的两位选手已经有所反应，那就不可妥协。不会吧？难道他们要开始了吗？看你面不改色，心不跳，你赢了。敬你是条好汉。你先请，周公子，要不你先请。不过如此啊。
里吧，可能他们要开始了吗？没错，两位选手准备最后的对决了，他们同时击败了上天的绝顶的还魂红色梦想。吃过还魂红色梦想，他们即将迎来最后的终极考验。哎呦，绝命夺魂锅！请来让我们顶替名人，全神贯注迎接最后的对决吧！绝对不能让一起，先干为敬。哦，我赢了，我赢了！只剩一碗方便面了，你吃吧。不饿，我要减肥，以后当大明星，还是你吃吧。那我们一人吃一半，好不好？好。哎，是不是烫到肚子了？没事儿，不行，这样会留疤的。没事儿，我是大侠嘛，我有伤疤很正常的。以后看到你肚子上的伤疤，我就知道是你了。都别吵，都别吵，这里边就一个位置。好，排好队，排好队，后面的来排好队。慌了！我受不了了！慌了！彻底的，眼睛都废了。什么？多少钱？一张十两。十两？你他妈不直接去抢钱庄啊？哎，去抢钱庄是违法的事。对。这做生意卖色彩，讲的就是个你情我愿，你也可以不用，对不对？哎，排队。你也排队去。快到了，都有什么？已经派人清点了，丢了好多东西。什么？五福，是不是我？刚才你在说什么？你听得懂？明日便是暮云的忌日，冤冤相报何时了？况且够了！然后还会做什么？都是因为外面那些人，包括你。你竟然是这样想？我累。五福，出去！我走。不过，我希望你不要一错再错。既然无语，在九泉之下才能得到安息。姐，你想清楚了吗？姐，别死！姐，不要死好吗？姐，姐。
经过近一个月的激烈决战，本次拜见大会终于迎来了尾声。下面由我们来介绍第三轮的比赛规则。本轮规则很简单，类似捉迷藏，由我扮演拳击者，各位扮演逃跑者，是不是很简单？闭眼不猜，给这个项目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逃跑吧，兄弟！下面我宣布比赛开始。三。山庄经营不善，欠债太多还不起自杀的，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放屁！如果不是你说玉剑山庄卖的剑质量有问题，玉剑山庄怎会经营不善？我哥又怎么会自杀？
小蛮这个名字你不陌生。小蛮？没错，天策府女佣，司徒无欲。小蛮？什么小蛮？就是今晚，就是你们给我大哥血祭的日子。来人，城主，把他们带过来。我要用他们的血祭戒指。时间到了，我们御剑神庄马上就能重现往日辉煌。我们还要盖好多好多的房子，让我们的心愿。大哥，我们成功了，成功了！御剑出品，必属精品。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祭品怎么还没带过来？来人呢？来人呢？不要喊了，喊破喉咙也没人会理你的。没想到吧，把你的计谋识破了。不是吧，是唐伯虎拿我们祭剑，是不是搞错了？这绝对不可能，唐庄主他人那么好，平时对我们不好，我们又与他无冤无仇，他凭什么这样做？是什么？我不相信。老生哥我不信，我也不信。许诺，你走。是真的。沐风这个混蛋，他拿紫云剑杀了老板娘，现在我们的尸体就在他的房间里。什么？这个混蛋竟然杀了老板娘！碎尸万段！你冷静一点好不好？不要动不动去报仇！你小屁孩啊！你怂了？这个紫云剑的事情，成为魔剑，我们已经不是唐风的对手。那我们要怎么办啊？办法不是你，什么办法？快说啊！那是一年前，快说啊，娘！你别废话了，快说！快点吧，快说！说吧。好了好了，那我长话短说了。现在唯一能打败唐沐风的办法，就是集齐巡洋，追月两把名剑。那现在巡洋剑在你手里，我们只要找到追月剑，就可以打败唐沐风和四云剑了。有什么？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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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找了。在我这里，哇！这太扯了吧！不是嘛？导演、副导演、制片人都说经费不足啊。后来导演就跟编剧沟通说，把不必要的剧情加快，观众可以自行脑补，不然还要多拍五集。于是直接大结局。现在你明白了吗？什么乱七八糟的？哎，你怎么不问我是干什么的？那你又是干什么的？我就是，切，切，哎，我就是传说中有国家专业部门认证的，哎，我是。那你们为何
何大费周章在我面前演戏，假装被我抓住呢？因为我是神策，绕这么大一圈，还不是为了将你绳之以法？原来如此。不过你们以为有了巡洋、追月等环节，你不就可以与我一战？现在我们就算有巡洋舰和追月舰，我们也不是嗜血自行舰的对手。那还有什么办法吗？办法只有一个。什么办法？什么办法？就是。别喝了！快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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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方法就是找一对男女，互相告白产生真爱火花，方能发挥双剑真正的威力。你们谁愿意啊？我和黎夏愿意。我们愿意为江湖和平赴汤蹈火。金哥哥哥。原来你这么有责任心。不行。为什么？不关你们什么事啊？啊？因为编剧说你们不是主角啊，也不是建成夫妇，所以不行。那你为什么？是啊。编剧要我讲。为什么？我们是主角没错，但是我们是假的建成夫妇啊。我明白了。你们拥有剑圣夫妇的爱心和责任心，况且你们吃过我们武帝教的百年武帝内功，已被凡人可比，所以你们也是剑圣夫妇。漂亮！漂亮！漂亮！等等，不是十几年的武技吗？不是，书上都这么写、啊，那会显得主人公很强的吗？漂亮！主持人，我可以。徐一诺，你愿意吗？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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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走吧。走走走，交给你们了，好好表现。走。陪葬，许诺，你胖吗？不胖。Thank you.
我妈，为什么要害怕你？因为我从小打架就厉害，所以他们都怕我。我娃，我不怕你，你帮我赶走了欺负我的人，你就是我的好朋友。那妈，等我长大了，我也保护你。啊！真的，大哥。真的，大哥。那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这样啊。不，快说。我们陪你了。太好了，我们赢了。不是说好让我来帮你吗？啊！我不是说好。哥，下去了。